上相声《卖面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这些说的，感谢各位啊！我一瞧见人我就痛快了，打心里这么高兴。今天一会儿结束之后，我希望能跟大伙儿一块儿吃个便饭。看您的时间啊，您要说去不了的那没办法，是说您要时间宽裕呢，你就回家吃饭去。那您是吃不吃了这饭还？我得去啊，是吧？我得去啊！谁想请我？待会儿咱们预约一下。不是您请客啊？我请也可以啊。我人在吃上比较有研究，是吗？就好请客。你说有俩钱儿不请客干嘛用呢？啊，又有钱了？有钱。钱我得花呀。花钱请客吃饭，这是我的一大爱好。请别人吃饭就喜欢，没人去我自个儿去，自个儿也吃一样啊。自个儿也吃，看看哪儿好。川菜、粤菜、鲁菜、清真菜、北京菜、天津菜、烧烤，甭管是什么吧。吃都吃啊，爱吃嘛，是吧？美食家啊。这得研究。还研究最近时兴吃什么。这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这会儿兴这赶紧吃，你不吃过些日子没了。我就不兴这个了。记得那些年兴红焖羊肉吗？对呀、都吃红焖羊肉。河南的现如今你看还有吗？连锅都砸了。不至于把锅砸了。没了。现在啊，现在据说吃叫什么来着？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兴什么呀？有一种韩国的炸鸡。韩国的呀？过油炸，炸完了搁西红柿汁儿。吃这个很讲究。是吗？半只鸡170。哎呦，那可贵啊。你想啊，你像我们这有钱人不就得去吃去吗？那这边显摆哪儿有啊？我得去找去。找去吧。后来人告诉我了啊，说麦子店那儿有。这地儿够偏的呀。为了吃，为嘴伤身吗？啊，找去，找去吧。嗯，打车去了，下车往街上一走，没看有饭馆啊。是吗？净理发的地儿。发廊啊。我也纳闷儿啊，好多服务员都站那儿喊我。这不是服务员啊，那个太客气了。我说不行，我还没吃饭呢，不行啊，找吧，找这街道头有一店，说这儿可能有吧。往这一坐也没人，就我自己。是服务员把菜单子拿过来了啊，点菜我不点，慕名而来嘛。啊，对，你们这有什么那个有鸡没有？干嘛？我就是啊，我来半份儿。半份儿，跟我进来，赶紧啊。到里头，后边有一小单间啊。门口搁一柜子，不知因为什么柜子，这柜子挪开了是一门，打开门进、真隐蔽，还来了啊！我看屋里不像雅间啊，也没桌子，有枕头，枕头，有一单人床，我正愣着呢，他进来了，把门关上了，嘣儿，把灯弄灭了。第二天早晨呐。别唱了，唱什么呀？歌吗？不是，不，你甭说，没关系。不是，你别说这歌，别说这歌，这没说完呢，您这个啊，没说完呢，把您带进屋，嘣儿灯一关，后来怎么意思？第二天早晨呢，两当空调。别老别人唱，你不别唱啊！接着说，把灯一关，怎么样了？把灯一关，警察就进来了啊！罚了8000块钱。嚯！你说这为了食品伤身吗？这不是？那是食品吗？这个为嘴伤身吗？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休闲娱乐的形式啊！吃饭嘛，吃饭嘛，是吃饭嘛！打那起，我成为那趟街上的熟客了。常去了，我经常去。我一天能理发好几回。全
理发啊，对对，啊，反正你要不去，你说那钱能花得这么干净吗？是不是？啊，把钱花了，够花了那儿了。哟，本来家里有点什么钱啊，嗯，就这一下倒了没了。嗯，要不说人家爱好啊，可得看准了。您这不叫什么爱好，您这业余爱好嘛，啊，活跃生活嘛，是吧？嚯，我家里跟什么似的，嗯，啊，一天到晚的鸡吵鹅斗，哼，孩子也哭，大人也闹。嗯，我媳妇埋怨我，啊，一天到晚不务正业。哦，吃什么呀？去，别闹别闹，孩子也添乱。嗯啊，哎，我饿饿，倒霉孩子，你四岁那天没吃啊？啊啊，那管什么用啊？那年春节怎么还吃饭来着？你想想，废话，天天得吃啊！就出，把孩子打不出去啊！坐在屋里跟我媳妇矫情。嗯，正矫情着，孩子又回来了。嗯啊，嗯，姥姥来了。姥姥，姥姥，嗯，胖姥姥，瘦姥姥。胖姥姥是舅姥姥哦，家里有钱吃的胖呢。嗯，瘦姥姥是我丈母娘，亲姥姥，亲姥姥，胖姥姥，瘦姥姥啊，瘦姥姥哦，关门，关门，他们家穷啊，哦啊，我没饭吃，他找我来哪行啊？是关门，胖，嗯，门关上，丈母娘也到了啊，顺门扑进来了啊，这太瘦了吧，这个，今天跟我说呢啊，姑爷。不用比划了啊！怎么这样？这个驴皮眼儿，这是瘦吗？是吧？瘦呗！啊，叫门缝就挤进来了。瘦啊！啊，吓我一跳！咱先吓我一跳啊！火啊！我一口火，大气儿，还有丈母娘墙上了。嚯、哦！墙上俩钉子挂住了啊！啊！哦、老婆来看上帝。啊、这好嘛！刚过完生日就上你们家来了。来来来。去拿老人开玩笑，哎，您说半天了，这都那还忌讳这个啊？来来，把耶稣弄进来，来。您吃完饭了吧？嗯。废话，有饭吃还上你这儿来？哦，你看您来正合适，上炕躺着吧。啊、嗯，躺着。我们家有一宝炕。怎么叫宝炕？一头高，一头低。嗯。这要吃饭了，脑袋冲上。哦。这要没吃饭，脑袋冲下空着啊。愣空。一会儿心火就上去不过了。好、啊。什么招啊这来来躺躺着丈母娘真听话躺那儿了嗯半个小时扶我起来啊鼻血都下来了痛血呢这你看这个多好经济实惠啊很大的乐趣什么乐趣我们看到了色彩啊红色的坐着聊天吧嗯聊会儿天啊天黑了睡觉吧来吧都躺下吧睡了躺下吧来丈母娘我媳妇孩子来躺好了、嗯家里你连被我都没有，哎呀，那盖什么？就一床被子，哦，跟口罩那么大，那怎么盖呀、啊？给孩子盖吧，哦，盖肚子上省得着凉。啊，是。那娘俩怎么办呢？对，人家弄啊，我出去啊，你找被窝去。哦，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干嘛？躺着别动，来来来来，活埋了，哎，露到脖子，露到脖子，啊，别翻身，翻身动胳膊是吧？你们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呐，是吗？你们都有被盖了，谁买我呀、哎？您怎么办啊？我怎么办呢？出去瞧门口也不知谁家一破水缸，哦，也没底儿，来进来了，嗯，找两块半头砖当枕头，哦，钻到缸里睡觉，那就盖缸了，睡吧，嗯，睡到半夜，我们家闹贼，你们家还能闹贼呢？没有人性啊！他偷我。进来这儿摸那儿找这儿摸那儿我心说我找好几年了什么都没有是来晚了你哪儿找的这是的啊、嗯、这儿找那儿找都没有他站着骂贤妻怎么说穷成这样了这不行你可以偷我你不可以骂我啊你侮辱我不可以还有人轻告我这个人啊嗯、啊、一伸手把我的枕头抄起来了就那半头砖这啪扔出去了啊他一回头大嗯给贼开了血就下来了啊他站着喊哎呦喂、哎、疼死我了嗯疼死你你认便宜吧怎么了得亏是枕头啊要拿被我砸你倒死了哎对我拿钢摔人家的捆上吧绑上捆上全家都起来审他啊嗯不错呀胆儿不小你啊、哦、认打认罚好、哦、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解释一下要是认罚简单啊，嗯嗯拿5亿美金啊，
穷疯了啊！要是认打的话啊，我找个锅把你炖了。嗯，炖了。你看他说什么啊？炖呐。啊，你炖了我吧。锅。呵，好小子，嘴硬啊。啊。我要是有锅，我早炖了你了。哎，对。连锅都没有啊，知道吗？啊。嗯。嗯，翻到身上，搜搜。一翻翻身就一块钱。我翻出钱了。这样吧，你带一块钱就敢出来偷东西啊？你真不怕人逮着吗？嗯。你说你要遇见贼怎么办呢？贼吃贼呀！啊，扒拉他，扒拉他，嗯，扒拉一丝不挂，走走走，出去吧。哦，这怎么走啊？一丝不挂，出去人打死我。嗯，我说那没办法，我们家就一人一身都穿着呢，也没有啊，没办法。哎，你赔我这被子。过着缸，我扶着你来来来，嗯，蹦到缸里边，钻这缸啊。行了，走吧走吧，转身就走。我说你回来，没打你没骂你，连客气话都不说。嗯，鞠个躬也好啊。哦，哼，恕我假正在身，不能失一拳礼。媳妇商量这事儿，嗯，我们有可能要东山再起。怎么？有一块钱，嗯，明天早晨放高利贷，嚯，一个月收回来一万块钱。怎么想的？您这是买股票，有半年我就发财了，嗯，到年底我的公司就火了，公司我就行了，是啊，很高兴啊，嗯嗯，到天亮再一看这钱，呀，怎么假的？得，我被贼骗了，啊、嗯。天地良心呐！啊，你太不忍心了，东西，这怎么弄啊？嗯，正着急呢，门口过一推车，阳光早餐卖早点的。哦，见天从这儿过，我最恨他了，我知道吗？为什么呀？我一回都没买过他的，我啊，对你买不起吗？我告诉我媳妇，哎哎，去拿着钱去买点吃的去了啊！早点的，不是你说这个，咱假的，你管拿过去了，你倒是漂亮点。哎，行嘞，啊，抹粉，哦，画眉毛，到这儿啊，画眼睛啊。口红，呀呵，太长了。哎，我拿咱家那大盆，拿大盆出去。哦，他那有那个面茶啊，打点面茶进来。对，就是洗衣裳那大盆。对，也不大。嗯，还不大呢，您这一比划。拿着一块钱出去了。哎，买早点的，来，来这儿，来这儿面茶啊。哦哦，买早点的乐了，拿起他那锅往我这里边倒。连底儿都没铺满，哎，对，挂了边了都。媳妇儿端起盆来，蹲蹲蹲，先喝三口啊！万一看出来假，这不对了，这就啊！对对，先吃。那个，你那炸糕来40个，啊，油条来50个、哦，你把车撂着，你走吧，去吧。啊！抢啊，是怎么着？你也得给钱呢，来来来来来，快快找钱，找钱，找钱，找钱啊！还找钱？把面茶的接过来，眼泪下来了。大姐，这是假的，啊、是算你聪明啊！你怎么看出来是假的呢？嗯，大姐，你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啊，这是钢笔画的。哎呦，啊，太惨了，这钱，那怎么办？废话，别那些废话啊！啊，现在把车撂着走吧，找钱不要了啊！还找钱呢？一会儿抓起炸糕来扔嘴里，又抓起扔嘴里。嗯，当时刚这通嚼啊，正嚼着，外面查的急了啊，过来跟我媳妇打起来，拳头一到，我媳妇儿练过呀，哦，端着盆往他一躺，嘡一下子，嗯，盆就翻了，整个面茶都扣脸上了。哎呦，我媳妇儿不饶人呢，这俩手来回就糊噜我，吃，也往回里糊噜面茶，好还吃，打来打去，咣当一下把我媳妇儿打躺下去了，啊，脚往脖子上一踩，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哎呀，我在屋里瞧着呢，嗯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对，我能不管吗？您得去，电不宁腰出来，噌一伸手，嘡，啊，先抓根油条，啊。您还吃呢？又见着粮食了，我啊，这饿半眼茶，瞧见我当时急了，转身问我来，他一抬腿，我媳妇儿盖儿搂一扔，怎么回事？咽下去了，还吃呢。